茶遐，嗯，好。姜子就对袂好势，要点了点两摆三摆才点得着，看面嘛是油油啊。啊，本来是电视爱直接去看有，到尾来嘛是看拢油油啊。如果没有内皮细胞这样子的功能去帮忙做适当的水分的调节，就好像从水里面看东西会非常的模糊，就只有小小一个伤口，把这个内皮啊贴进去以后，然后用气泡堵住。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蔡文馨医师，欢迎收看今天的智慧人医守护爱。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我们常常用水汪汪的大眼睛来形容一双明亮的双眼，可是你可能不知道，眼睛的水分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可能会造成视力模糊，这时候就像在水里看东西一样，看出去都是水汪汪的一片，影像都不清晰。而这样的症状很有可能是角膜的内皮细胞层出了问题。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造成失明？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这方面的专业的眼科角膜专家医师沈佩瑜医师，到我们节目来替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角膜内皮细胞失养症。我们一起来欢迎沈医师。全球大爱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佩瑜医师，欢迎沈医师到我们节目来。接下来介绍今天的 call in 团队，第一位是心血管医学中心柯玉玲主任。第二位是麻醉部徐奎尧医师，第三位是神经外科徐贤达医师，第四位是肝胆肠胃科王品超医师，第五位是放射诊断科詹正义医师，第六位是妇产部黄佩顺医师。欢迎观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call in进来。我们刚刚提到眼睛有一个控制水分的特殊构造，叫做角膜的内皮细胞层，它究竟位于眼睛的什么位置呢？而且角膜已经这么薄了，还有分层吗？我们先请沈医师替我们介绍一下。好，我们先了解角膜到底是什么位置。我们正常看一个人的时候，很明显的看到黑白眼珠这两个部分。黑眼珠的部分其实呢，它在前面就是有一个角膜，那这个角膜是必须维持透明的，好，所以才能够让我们的光线无阻从外面呢直接透过透明的水晶体呈现在我们的视网膜或视神经里面。那角膜呢，它基本上有分这个五层的一个结构。那这五层的一个结构呢，从我们的最表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图卡，好，那最外面的这一层是上皮细胞层，那它的呢基底细胞层叫做前弹力层，最厚的呢是一个基质层，那在里面呢还有一个内皮细胞层，以及它的一个基本上也是一个基底细胞层叫后弹力层。那这每一层都有个别的功用，所以如果今天任何一层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会角膜就没有办法维持它的透明度，那当然光线就没有办法透过去，视力就会受影响。那内皮细胞最特别的呢，它是让我们维持水分很重要的一个构造，因为它呢基质层基本上是一个像一个会吸水的一个层次。那我们眼球里面呢其实是有很多的水分，所以呢我们这个内皮细胞呢会需要进行一个像泵浦的功能，让这个水分从基层打出来，我们可以维持这个整体的含水量，那这样才可以维持透明度。所以经过沈医师的讲解，相信大家都稍微了解一下内皮细胞层位在眼睛的什么位置。但是大家可能会好奇哦，这个内皮细胞层失养到底临床上会造成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接下来透过一个患者陈女士的故事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初春的阳光温暖了刚从寒冬苏醒的樱花，穿梭在山中欣赏这样的美景，是56岁陈丽华和先生退休后的最大嗜好。然而半年多前开始，陈丽华的眼疾让他连出门都有困难。年轻时的陈丽华从事的工作是相当费眼力的 IC 板代工，4年多前开始感到视力变差，于是决定提早退休。但是视力衰退的现象却没有停止，直到连看电视字幕都不清楚，才惊觉眼睛应该是出了大问题。小朋友用手语眼睛感受。老爷是在看在讲倒位，讲菲律宾啦，迄赈灾有，啊字体遐大，佫看无，看你迄目睭看是啥？我目睭歹，哪有法度？啊看无，毋知甲伊问。字幕他是算是算大字嘛，啊本来是讲细字看无呢，啊到尾来就嘛是大字嘛是看了模糊。
前往大医院的眼科检查，医师告知是角膜内皮细胞失养症，但因为当时还有基本视力，就没有考虑进一步治疗。从刚开始只有清晰度的问题，到后来眼睛对焦都有困难。你距离差啊多，你是要三点会到？你要点无注意。哦，啊，我看到对了，我知。啊，唔啊，点啊，你唔才会到。哦，点香啦，点香是后半年，就是交际也对袂好势，要点一下，点两摆三摆才点会到。视觉上的落差让陈丽华出门变得危机重重，家人也担心她的安全，尽量不让她单独出门。伫个关刀、关格看袂准，看起咱看起来是平的，啊，不过彩色是有时啊是会染落，啊有时啊是会塌掉，就是算讲伊闹一个关刀、关格的时阵，咱看袂准，哎呀，啊把拔刀过去吃歹势。机车不敢给他骑啊，啊出门的时候就。都是要有人代步了，好，没有他眼睛真的是很模糊啊，看不清楚。再拖下去，眼睛可能就要看不到了。心里着急太太眼睛病况的詹先生，多方打听治疗方式后，决定前往台北慈济医院，由专精角膜病变的沈佩瑜医师为陈丽华进行全盘评估。他这是两眼视力模糊，而且呢，有时候会有疼痛的感觉，会刺痛。那仔细的检查，发现说他角膜上面其实有水肿，而且有水泡的一个形成，而且因为这个水泡有破裂，水太多以后破裂以后，它就会很疼痛，会破皮。陈丽华双眼的状况非常不理想，持续恶化就可能造成失明。他把最后的希望放在台北慈院眼科团队，希望医师们能够挽救他的视力。沈医师，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个内皮细胞层，其实对观众朋友而言，其实是一个陌生的医学名词。那我们想知道说，到底什么原因会引起这个内皮细胞失养症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内皮细胞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水的一个结构，水平衡的一个结构。所以如果当基层水比较多的时候，它就要负责把它打出来。好，那在内皮细胞，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张图哈，这个内皮细胞正常的时候，在出生我们大概是3500颗左右，就是每公里平。3500颗，那随着年纪呢，慢慢的凋零，所以正常随着年纪，我们这个细胞正常就会脱落。可是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它不会再生，不会像一般的一些细胞呢，可能死亡它又会再生，会复制。所以内皮细胞一旦死亡以后呢，这些内皮细胞就再也不会再出现。所以我们一定要维持这些内皮细胞正常的一个结构。那内皮细胞正常是六角形的，而且每一颗要一样大，然后而且大小也要一样，而且形状要一致才是最好的状况。就像这个时候。可是当我们发现失养症或是其他一些手术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造成内皮快速的凋亡，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内皮呢就变成像这样形成完全看不到形状，或者呢它会刚开始会变很膨大，然后希望补充已经失去掉的细胞的一些空隙。那内皮细胞如果一般在1000颗以下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因为1000颗以下要维持一个正常角膜的脱水的一个状况可能就会有困难了。那一般失养症来讲，它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可是呢，不一定是会遗传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会不会遗传给下一代？对，通常是如果是在你这边发生，大部分的都是先天性的，不是遗传性的，所以不会遗传到下一代。那像刚刚影片中可以看到陈女士有一些视力模糊啊，甚至连那个点香都有困难，这个是很典型内皮细胞失养症的症状吗？基本上内皮细胞失养症初期的症状呢，它其实只会觉得可能早上起来特别模糊，可能跟一般人会觉得相反，因为我明明睡得很饱，怎么第二天早上起来反而更模糊？哦，那到了傍晚可能就比较好。可是当含水量慢慢的一直增加的时候，可能刚开始只是基层有水，那这时候你会觉得看东西整天可能就会比较模糊。可是当含水量又再度的增加，这个水又会冲到上皮的细胞层，这时候上皮细胞就开始出现水泡，那水泡刚开始鼓起来，你就会觉得有异物感。那甚至如果它经过眼皮的摩擦又破裂的时候，就会像我们表皮有破裂有伤口一样，非常的疼痛难拒。那是一不停的流眼泪，病人根本没有办法张开眼睛。好，那所以这样子的症状会常常就会导致病人想要赶快来就医了。
所以可是刚刚有提到一些像什么视力模糊啊、对焦困难等等、就可能是有其他的眼睛的疾病也有可能有类似的症状，所以像一般的民众怎么去判，就是早期来判断或者是说早期来诊断这样的疾病呢？因为通常这个失养症，尤其我们在陈女士这个失养症，它是一种浮式失养症哈、那它的典型的症状呢，也是最常见内皮细胞失养症的最常见的一种，通常都是在出生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模一样，40岁以前基本上是很难诊断的，所以它发病期通常就是50-60岁以后，那这时候有可能刚好合并白内障或者是其他青光眼等等的一些可能会造成视力模糊的一个问题，那这样子如果他没有发现说其实内皮细胞的问题，可能就会被误诊只是单纯的白内障而去做白内障手术，那白内障手术基本上它是也是会进入到眼球内，所以呢可能会造成内皮细胞早期的凋亡或者是伤害。那在这个时候视力模糊的状况其实就要去仔细的做鉴别的诊断，所以可能是不是还是需要到大医院来做一个专业的判断，就是特殊的检查之类的。对，其实基本上我们在刚开始如果可以看到比较专业的一些角膜科的医师呢，可以看到内皮细胞脱落的时候是有一些空洞的，好像刚刚那个图片我们会看到它就反黑会有一些空洞，那这个空洞用我们一般的裂隙灯的检查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反光会有这些空洞的出现，那这要相对比较有经验的医师才看得出来。那比较另外一个简单的检查可能就是直接测量角膜的厚度，正常角膜厚度大概是0.5公厘，好，就是我们一公分里面，的1/10只有1公厘而已，所以比这个1/10还要一半才是我们角膜正常厚度。那我们可以用超音波的测量这个角膜的厚度，如果这个角膜厚度正常是在550毫米，好，那所以就是0.5公厘左右。那如果超过0.6公厘的话，你就要高度怀疑，因为它含水量增加而肿胀起来。那所以这时候就要怀疑其实内皮细胞功能其实有缺失。那最仔细的检查呢，还是要有刚刚这个内皮细胞扫描的检查，可以直接的看到每一颗细胞它的大小是不是有均匀，它的形状是不是正常，而且还可以算出每公里平方有多少颗。那我刚刚讲过正常出生是3500，可是到40-50岁当然不可能有3500啦，如果你有1000颗以上或者是2000颗左右，其实都算还不错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其实还是要是专业的医师啦，有经验的医师。那要想请教一下，就是角膜内皮细胞失养症的发生率大约如何？有没有这个好发的族群？这个浮式的这种失养症呢，它内皮细胞失养症是在内皮细胞失养症里面有很多种，那这种是最常见的一种。那因为它的好发年纪是在40-50岁以后，所以在40岁以前要诊断出来其实是不容易，根本也没有办法看出来。所以它的大规模的一个研究或者是统计报告，其实是相对缺乏的，所以大概是以40岁以后的报告为主。那在40岁，因为随着年纪，我们这个内皮细胞脱落的可能性又越多，所以呢，被诊断出来几率就会增加。所以在40岁左右，一般来讲可能是4.5%左右。那到60岁可能到达10%。那根据台大10年的一个研究，就是做角膜移植会回溯这个内皮细胞失养症的比例呢，大概是占差不多5%左右。所以哦，看起来这个内皮细胞失养症它是一个不可逆的疾病，而且随着年龄的老化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的患者陈女士啊，她的视力越来越恶化，所以最后不得不到我们台北慈源的眼科来求诊。那究竟我们的沈医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疗她，而我们的陈女士有没有顺利的恢复她的视力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可以看到内皮细胞都很多空洞的一些地方，根本就没有看到内皮的细胞的存在。陈丽华角膜恶化的程度几乎测不出内皮细胞数，等于失去控制水分的功能，面临着可能失明的危险。唯一能够抢救陈丽华视力的方法，就是进行角膜移植手术。啊，沈医师嘛是给你看，伊嘛是讲，就是爱换。我是讲，那无换到尾啦，伊讲无换到尾啊，就会愈来愈无看。讲是迄是也有人讲诶，讲无啦，迄是人个爱心啊，搁人个爱心安尼，咁就足麻烦嘞，搁爱麻烦人。等待了一个月，确认获得捐赠者的配对成功，在多方调介的配合之下，沈佩瑜医师决定采用最新的角膜分层移植技术来为陈丽华进行治疗。这样的概念就是把角膜中的内皮细胞层从角膜中分出来，而不是传统全层角膜置换。如此一来，可以缩小伤口，同时降低排斥的问题。
那它是完全就只有小小一个伤口，把这个内皮贴进去以后，然后用气泡顶住，大概两三分钟以后呢，气泡就可以再把它消掉。那通常病患的话恢复也很快，两三天以后，这个角膜确定内层细胞贴得完好，其实就 OK 了。丽华最近很好吗？没有不舒服，很正常。手术后两个月，陈丽华眼睛已经有正常视力，伤口也恢复得相当快。感谢陈医师，真的很感谢，很好。以往必须假手他人来协助的日常生活，现在也可以自己来，再也不用麻烦家人。啊，现在我看物件拢光光啊，哎呀，袂讲感觉暗嘛，细字的嘛看，是另外看有，哎呀，目睭歹，才知影讲目睭好的会也宝贵。比我的现在都还好，还看得清楚。啊，我看不见了，他反而他看得见了。陈丽华又能再度和先生一起牵手赏花、爬山。他要把捐赠者的这份祝福用心的欣赏世界的美好。其实我们真的很开心陈女士可以顺利的恢复她的视力哦。那想请教，就是所有的这个角膜内皮细胞失养症的患者最后都必须进行这个角膜移植吗？基本上角膜移植，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内皮细胞是不可能再生的，所以它只有凋亡这样子，然后慢慢就失去功能，所以我们因为没有办法自体再生，所以就必须靠移植别人的细胞来维持我们的功能，所以到根治的方式基本上还是需要到移植，当然都是要看我们的角膜已经没有办法恢复到正常脱水的一个状况，维持水分的状况，才需要做到移植这样子的手术。那么这样子讲起来，就是如果这个疾病可以在更早期一点发现，说是不是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可以来避免它恶化，让患者可以不用走到这个移植的这个地步呢？如果他早期的诊断的话，我们比较担心，因为这个年纪刚好又合并白内障的产生，所以如果他没有诊断出来就做白内障手术，可能会造成这个疾病快速的恶化，而造成他必须要走到这个角膜移植的这样子一个手术。那所以呢，在初期的时候，如果就算没有做白内障手术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高张的盐水溶液呢，去帮忙这个角膜内皮细胞脱水。那它就相对就有一个喘息的一个机会，就不需要用太多的这个力气呢，去把角膜的水一直拉出来。那在这个时候，可能病人相对这个角膜就可以维持相对一个含水量。那病人刚开始点这种盐水的时候，会有很疼痛的这个感觉，因为相对比较刺，那可是要教导病人，他刚开始点可能会比较刺，等到角膜相对脱水的时候呢，这个表皮比较不会浮起来的时候，他的疼痛感就会下降，所以这一定要相对的喂教病人，这样才让这个角膜的内皮细胞有机会可以喘息，那可以撑更久的话呢，有可能他的这个之后要做到角膜移植的几率就可以下降。那在产生到水泡的病变的时候，病人会疼痛，所以可能可以点药膏啊，还有戴隐形眼镜的方面，可以保护这个上皮呢，不会不停地被我们扎眼这样的动作摩擦而产生破裂或破皮的状况，所以这个可以症状上面这个治疗跟改善。所以像我们的陈女士，她虽然说症状很严重啊，可是她姻缘也很好，很快就等到适合的角膜移植。那我知道沈医师你用一个很最新的就是分层的眼角膜移植手术来帮她做治疗，想请教沈医师，这个最新的医疗技术是什么样的术式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内皮细胞如果要移植，以前没有这样子的分层的技术的时候，就要做全层的角膜移植。那全层的角膜移植呢，就会把整个病人其实只有内皮细胞不好，可是他也要牺牲到前面三四层正常的一个结构，然后伤口要切360度，然后必须缝合。可是内皮细胞的移植呢，我们可以把它分层处理，所以呢，这时候病人他本身内皮细胞不好，我们就只帮他换内皮细胞，所以他前面的这些呢层次呢是好的，我们就可以维持，而且伤口也可以比较小。那这个时候呢，他恢复就比较快，排斥的几率又比较低，因为接触到其他人的组织的量呢，相对就减少很多。对，所以新的手术看起来是对患者的伤害比较小，然后复原也比较快。那所以陈女士的手术相当成功，我们来看看她术后的状况好吗？
基本上面呢，这边就可以看到说，这就是我们在手术中呢进行的一个方式哈。我们的伤口如果是全程角膜移植，通常是360度要切开，可是这时候我们在这边只要切一个4.5毫米的一个伤口，内皮细胞呢用折叠的方式呢从对方拉进去以后，就开始打一个气泡进去。那这个是实际手术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们用另外对侧呢，把这个很薄薄的这个内皮细胞呢拉进去患者的眼睛里面，那之后呢打一个空气在里面，那这个空气呢一般来讲至少要5分钟，最好8到10分钟。那之后把它顶上去以后呢，这个内皮细胞功能开始恢复的时候呢，它就会贴上去。那我们可以看到术后呢，这个病患我们做这个很先进的一个前程的角膜的断层扫描，可以看到说它的内皮细胞我们贴上去的部分是完好的，这整层都是内皮细胞，中间并没有空隙。那呢，这个只有196个微米这样子的一个厚度。所以像沈医师，你帮陈女士进行的这个手术方式，其实技术跟概念都很创新了。那我知道在台北其实也算是第一例，那听说在台湾的医界也是很少有这样的案例。那是因为说这个分层的角膜移植手术需要什么特别的仪器吗？这个分层角膜仪器呢，最重要就是我们在取出这个捐赠者的角膜以后呢，它就相对比较软，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特殊的人工前房去把这个角膜覆盖上去，然后呢把它撑起来，有适当的眼压。那这个压力够了以后呢，我们才可以另外用一个分层角膜，像一个刨刀一样，把这个角膜分成不同的层次。那这样子才可以把这个角膜呢，我们要的层次呢换到这个我们需要者的病患上面。所以呢，这个人工的这个前房还有这个角膜的这个刨刀呢，其实都是一个等于是另外额外的一个手术，先处理这个捐赠者的角膜。所以我知道像这样特殊的仪器，其实在台湾其实也不是每一家医学中心都有啊。所以我们台北慈院听说也是刚进了这个仪器，我们希望未来是也可以服务更多这样子的病患大德。对，我们也是非常感恩说我们有这样子的先进的仪器，可以造福更多的病患。因为有这样子的分层技术以后呢，第一个病人的排斥几率下降，那第二因为有分层，所以同一个病人捐赠以后呢，我们可以把内层细胞换给内层细胞需要的人，外层的部分又可以换成外层的细胞的外层缺失的一些病患。所以这样子呢，可能一个角膜就可以受益有两个病患有受益的一个状况，所以更多的病患呢就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帮助。那我另外知道你在帮陈女士进行角膜移植的时候，同时也帮她进行这个白内障置换术，但是是不是增加了你手术的困难度呢？对，我们可以看到白内障其实跟内皮细胞是相当近的，当我们在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呢，就有可能会伤害到内皮细胞。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同时做白内障手术跟内皮细胞的这个置换呢，就可以减少这个做白内障手术然后之后又引起内皮细胞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在这个病患我们就同时选择同时进行这两个手术，那病人呢可以同时解决白内障问题又解决内皮细胞问题，所以他在这个视觉的这个通路上面就可以完全的保持他的这个清澈性这样子。其实今天非常感恩沈医师到我们节目来哦，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新的角膜内皮细胞失养症这样的症状。那其实患者受于他体质的因素，视力会逐渐的退化，但是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捐赠者的大爱，还有我们大医网的妙手妙法妙人医，以病人为中心，帮他做了最好的治疗。今天也非常感恩你的收看，智慧人医守护爱，我们下次再见。